研究表明，对珊瑚礁生态系统造成破坏性的台风需要达到强台风或超强台风的水平，它往往的风速需要达到24.7米每秒或17米每秒，持续19.5个小时以上。1999年菲方军舰非法坐滩以来，南海礁海域没有受到过如此等级的热带气旋的袭击。珊瑚白化呢，主要是由海水温度异常升高所导致的。但是呢，值得一提的是，珊瑚白化并不代表死亡啊。当这个热压力得到缓解的时候，它是有可能恢复的。根据我们的研究来看，这个区域并没有发生过达到这个程度的一个热累积的一个情况。1999年以来，南海礁海域没有发现敌海生物爆发的痕迹。我们在仁爱礁，尤其是坐滩军舰周边，发现了很多弃置的浮筒、渔网、鱼线，一些覆盖缠绕在珊瑚上，珊瑚大量死亡。珊瑚礁生态系统中本来应该很多的虾、蟹、马蹄螺等经济型生物，现场基本没有看见。假如我们在当时非法军舰坐滩之后，及时将其拖走或者清理的话，这个区域受破坏的珊瑚是有可能得到恢复的。仁爱礁本该是个很美的地方，只有消除坐滩军舰这个污染源，周边被破坏的珊瑚礁生态系统才能得到恢复。